攻读圣约望福音。那时候，耶稣看见纳塔乃尔向自己走来，就谈论他说：这是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，心里没有诡诈。纳塔乃尔对耶稣说：你从哪里认识我的？耶稣对他说：腓利伯叫你以前，你还在无花果树下时，我就看见你了。纳塔乃尔就回答他说：拿比，你是天主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的君王。耶稣回答他说：因为我告诉你，我看见你在无花果树下，你就信了吗？你将看见比这更伟大的事。又对他说：我实实在在对你们说，你们将会看见天开，天主的天使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。上主的话。